thank you 大家好，我们今天生命教育要进行到第六讲，生长与发育。呃，那我想生长发育应该都是大家很关切的，所以我们先来介绍今天的主要内容，包含了单元目标、生理的发展、认知的发展、心理及社会的发展。 以及影响发展的因素。首先，我们就来看今天的单元目标。好，我们希望同学能够在这一讲结束之后，了解生理发展的阶段与特性，能说出认知的发展。 以及说出 e r 森 s o n 心理与社会发展的八个阶段，归纳影响发展的因素，以及能体会生长发育对人类的重要性。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看主题啦，生理发展的阶段。我们人生理发展是有阶段的，第一个是胎儿期，就是从怀孕。 到出生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。老师要特别提醒同学，在这个时期，很多人都说啊，我们要吃一些补药，让胎儿什么智力好啊，又是怎样的？任何的药物，只要是药，无论它是保健食品，都属于化学的，那这样都可能有副作用。 所以说，怀孕的人不要吃任何的补药，你要吃就吃食物食补，从食物得到各种的综合的营养素是最正常的。所以这一定要记得。好，第二个是新生儿期。 就是从出生到二十八天，所以我们常常说啊，这新生儿怎么样？或者有些比较，就是比方说是属于医学中心，就会有新生儿病房啊，就是可以知道他从出生到二十八天。再来，新生儿后婴儿期，就是从出生以后二十八天到一足岁。 那幼儿期呢，是从一到三岁；学龄前期是三到六岁；学龄期是六到十二岁；青少年期是十二到二十岁；青年期是二十到四十岁；中年期是四十到六十五岁。 老年期是六十五岁以上，呃，这边哈，呃，都是在讲每个阶段他的年龄。老师要特别提出来，常常在媒体上，很多年轻的记者，我记得啊，有一次说有一个五十岁的老翁，啊，怎么样怎么样？五十岁我们还不算老年人。 对不对？所以说，也许在年前二十多岁，他认为是这样。其实现在我们各种的生长发育、科技的进步、医疗保健的进步，人的寿命都延长。同时，很多人都看不出年龄哈、啊。换句话说，人家五十多岁，不要称人家老翁老妪哈，造成人家心里不舒服。好。 下面跟同学介绍的是生理发展的特性。第一个，生长发育的速率跟风格是在共同模式下有个别差异。就我们都会发展出，比方说我们说七坐八爬，对不对？那是不是一定是七个月会坐，八个月会爬？ 不见得，也许有的人他九个月才会那个才会做，或者有的人他很慢才会说话，我们就认为他是哑巴，就会有个别差异。我们不要轻易去放弃，哈、哦，他发展迟缓并不代表他以后一定是个失败的，并不一定哈、哦，这只是我们说个别差异。第二个，生长与发育不是。 同步的，就有的是生长先，有的是发育先，看各个系统生生理上系统不同哈。第三个，所有的生长发育都是相关的，不可以分割，必须是统合一体的。就是不是我们前面几讲也有提到，说一个人他个别一定是不如整体。 所以换句话说，这边也是一样，生长发育应该是要统合的，不要去把它分割哈。或者说，你看哇，我这小孩多棒啊！他这个，你看他这个五岁，我五个月就会坐起来了，他一定是很聪明的。从单一看不到整个的哈。好，第四个，新学的技巧具有优势。 其实这也不是在孩子，在我们一般成年人也是一样。比方说，很多人刚刚学开车，对不对？我们学会了，立刻就上路，哎，就可以开得很好。那有的人已经拿了驾照，拿了五年，他没有上路，他完全不敢开。这就是新学的技巧。我刚刚学，我立刻运用就会好。所以说，熟能生巧，要时常去运用哈、嗯。第五个。 发展常遵循预知的模式，就已经知道模式。第一个，生长与发育是自头至脚，所以有头尾定律，就是从头到脚，从上到下意思哈。第二个，发展是从简单到复杂，由一般性的反应到特殊性的反应。 比方说小孩子，呃，刚刚比方说是新生儿，我们在跟他叫说，哎，这个妹妹啊，妹妹啊，也许他刚开始只是眼睛睁开，对不对？慢慢他也许他头会朝向声音的那一边去，慢慢就是越来越复杂，就从一般到特殊哈。 再来，生长发育是身体的中线向四周发展，所以这叫近心远心率，这个部分老师稍微说明一下，因为跟近心脏有关啊，这就是我们常常说近心靠近心脏叫近心，远离，比方说像我们的手指、脚趾这些脚，对不对？ 都是属于离开心脏远的，我们就叫远心。所以说，比方说像有人大出血了，我们记得在止血的时候，你要在出血的上方。比方我这边出血，我们止血是什么？要把靠心脏这边止血，我们要从受伤的地方上面去止血。那再有呢？ 静心常常就是身体的正中线。那身体的正中线是身体最重要的地方。正中线从我们的呃眉间、鼻子啊，到我们的这边男生喉结，到我们的心脏哈、胸部这边哈中间，到肚脐，这整个是身体的正中线。身体正中线的地方有任何的异状。 都是有意义的，都是会变成很严重的。比方说青春痘，很多人都有啊，都都有过。但是你如果青春痘长在眉心，两个眉毛的中间，就是、身体的正中线，那而且有化脓，你看到肿起来一点，这都要小心，很容易就会变成蜂窝组织炎。 就是我们俗话说叫单独，因为身体的正中线是有很多的淋巴组织，所以很容易扩散。这样大家了解，这是老师顺便提到的。好，接下来介介绍是说，早期的发展会奠定后期发展的基础，所以我们早期如果发展的慢。 没有关系，但是我们就是在后面的阶段，我们慢慢补上。就像说我们考试一样，我期中考没考好，我期末考赶快要把前面慢慢赶快提早比人家早准备的意思哈、呃。再来哈，像发展具有某些关键期，比方说怀孕的前三个月。 就是一个关键期，这是胎儿发展最重要的。所以，怀孕的妇女前三个月哈、啊，绝对不能，比方说你感冒了也不能吃抗生素。为什么？这容易造成很多的畸形产生。所以，如果怀孕前三个月真的你这边上呼吸道感染等等，你一定要注意，就是借着食物最好。 比方说，我增加维他命 C，我们柠檬啊、橘子啊这些，多吃一些，那增加身体的抵抗力，来克服你的这个呼吸道感染。千万不要借着抗生素哈。好，接下来再跟大家介绍第八个，就是说，连续的发展历程中会呈现阶段性的现象。 比方说，神经血管系统它就会比免疫啊、生殖系统的早成熟，因此说，通常早成熟代表什么？它受到伤害影响是大的。 因此说，如果说，比方说，我们常常说一个人缺氧，对不对？你缺氧，脑细胞一旦缺氧，造成不能，它没有办法再生的。换句话说，可能就会变成植物人了。那再来呢？比方说，幼儿的发展，它是比学龄期快，因此这就是阶段现象。下面呢，跟同学再介绍是。 身体各系统的发展，第一个就介绍神经系统。一般而言呢，脑部的生长发育的速率在一岁以内是最快的，到六岁的时候，跟成人相似性已经达到九成。 所以换句话说，常常在一岁以内，哈，我们一定要记得，千万不要让孩子暂时性的氧气不足。我们常常说，有的人就觉得这小孩怎么生下来好像反应就比较慢，对他到年龄大的时候说智能比较差，反应比较慢。 有的时候是因为他在这个阶段有缺氧的现象，比方说啊，这个棉被盖住了，怕小孩太冷啊，一定要密封紧紧的，结果造成他一下子缺氧等等哈。好，第二个心血管系统是胎儿最早发育的系统，那年龄、身体大小与心搏的速率是成反比的关系。 就是心脏的跳动跟年龄、跟身体的大小、体积的大小是有关系的，是成反比。所以胎儿的，我们说胎心音都非常的快。那通常我们不讲跳动七十二，哇，胎儿怎么跳这么快？是不是不正常？不是，因为它年龄越小是越快，这是正常的哈。所以很多老年人他的就是跳的跳得非常慢。 五十下也没什么，不会有什么不舒服的啊、哦！而且运动员也是，他们通常心跳也是比较慢的。再下来介绍肌肉骨骼系统，那骨骼呢是构成我们肢体的主要架构，是人体发育最缓慢的过程之一，它会随着发展逐渐变长，所以这个系统的发展。 与个体的动作和精细动作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。 所以说，这个如果我们发现这个小孩，我们要补充钙质，哈，是还有就是运动等等，在小孩小的时候，其实是最有效的，哈，慢慢的，因为他是在慢慢进展，他虽然发展最慢，但是我们持续给他补充，持续让他做运动，而不是小孩就让他静坐在那边学一些，呃，不准他出去玩。所以常,常我们说，年龄越小的小孩，他常常出。 出去玩啊，等等，对于他后来肌肉的发展等等，骨骼的发展其实是好的。阳光是好的，我们只补充钙，没有阳光会让我们，因为阳光里有维生素 D，可以跟着结合，才能够让我们骨骼发展的好。下面再介绍的是皮肤系统，是人体抵抗外来物质侵害的第一道防线。 那包含了指甲、头发、黏膜、皮肤啊，这些都是。所以说，这我们常常就是皮肤，我们说其实是对我们来说是保护我们的身体的第一道防线哈。消化系统包含了口腔、食道、胃、小肠、大肠及直肠等。 还有呢，一些腺体能够包含食物消化，呃，比方说什么那个呃胰脏分泌的一些酵素等等。那随着个体的成长，每个器官的容量会适度增加，酵素分泌增加。在消化系统的部分，哈，就是呃，在身体如果说要注意消化系统，很重要的，不要忘了人，人是。 整个身体是维持一个恒定的，所以有的人像他排便不好，事实上，诶，他好像纤维吃的也还不算少，为什么他就不好？他的运动不够，哈，所以事实上，我们很多时候最好能够适度的运动，这个运动也不是叫你一定要哇参加什么铁人三项，不是，你就是让身体各部分都能够活动到。 啊，比方说你去快走、快步走，其实慢步哈是对身体促进血液循环有利，但是对于肠子蠕动是没有太大功能的哈。好，再下来介绍生殖泌尿系统。一个人两岁的时候，肾脏保存水分还有浓缩尿液的能力已经接近成人了。 并且呢，对膀胱的胀满感会有反应。那生殖系统到青春期才开始变化，才有它的生育能力。这边我们说泌尿系统，所以我们说小孩子训练他小便，大概是一岁半到两岁。你过早的训练对孩子是没有用的，你再责骂什么，只会造成他很多心理发展的影响。 那大便的训练，因为是肠道，所以大概是七八个月就可以训练了哈。小便是慢。好，呼吸系统，呼吸作用从我们一个人出生的那一刻才开始，以后终其一生，人体内的氧气、二氧化碳的交换就完全是靠着呼吸系统。呼吸系统在新生儿期及婴儿期是发展很快的。 那到学龄期已经达到成人的成熟度了，在呼吸系统哈，我希望大家要有一个正确观念，千万不要认为好像二氧化碳都是坏的哦，就是氧气，你不要忘，你只吸纯氧是不行的，这样那同时二氧化碳也有它功能。不知道同学有没有，常常有的人会打嗝。 哦，打嗝一下很难过，对不对？一直打嗝，这时候最简单的方式，有的人叫你要喝水，你要是喝水没有喝的恰当的时候，你会呛到，尤其年龄大的人，这时候怎么办？拿一个小的塑胶袋，啊，然后呢包住他的口鼻，让他呼气。 呼气里面含有二氧化碳，就会刺激，这时候打嗝很快就好了。所以这边是举这个简单例子，让同学知道都是有它的功能存在。下面再次跟大家介绍认知的发展。我们一个人他表象能力的出现跟发展，比方像学习啊、问题解决啊、推理、抽象的思考等等。 都是属于认知的发展哈，那还有我们语言的获得，所以很多人说，我们小的时候，比方说他在国中哈，念高中之前送到国外去，他很快的他的。 母母语会，那这个英语，比方到英文英语系的国家，英文也可以说的像人家那个美国人一样的六，那個、发音啊都很好。这就是认知的发展包含语言的获得。好，下面再要介绍是心理与社会的发展，这是非常重要的哈，因为这个学者艾 r i s n 他说，心理发展。 啊，有分成为八个阶段，那每个阶段发展不好都会有影响。第一个婴儿期，他的认为是零到一岁，发展的好会有信任感，发展的不好就没不就会不信任别人。举个例子，我们周遭的朋友当中，你一定会发现，有的人就很信任，人家讲什么都相信，但是有的人呢，他都是存疑。 真的吗？哎呀，不见得吧。这就是跟零到一岁的发展有关。比方说婴儿期，他哭了，就我们通常父母照顾的人就会啊，这看看哦，他是饿了，给他喝奶；也是尿布湿了，给他换尿布。这时候呢，他就很容易，因为我哭啦、啊，对不对？你给我换了尿布，我就很舒服，所以我就会信任人。 这时候信任跟不信任就在这个阶段发展出来的。第二个是婴儿呃幼儿期是一到三岁，发展的好就是能够有自主性，发展的不好会羞耻或者怀疑。这边就是在这个阶段哈，比方说呃老师刚刚有说过，小便训练是多少？一岁半到两岁。 你过早的发展去训练他，他会不好；或者你训练过严，他一尿床就开始打他、骂他等等，他这时候就自主性的发展会受影响，他会没有自信，他会容易呃羞耻、自卑。哈，好，学龄前期是三到六岁，这个发展的好是进取性，发展的不好是罪恶感。 比方说，三到六岁的孩子，可能他会在墙上去涂鸦一些，那这时候父母就会觉得说，诶，你怎么可以涂鸦？有的父母说，诶、哎，你这很有创意啊，但是那边弄得不好看，你画在纸上，这时候他就会有进取心。那有的父母说，你看花那么多钱，油漆也给你搞成这样，修理一顿，那这时候就会造成他有罪恶感，哈，很容易出现罪恶感。 好，学龄期是六到十二岁，发展得好，他会勤奋；那发展得不好，他就会自卑。比方说学龄期这个小小孩，常常是爱玩的，我们不能说啊，这你就是任何时候你都要回来，对不对？我们知道玩也要，那适度学习也不能就偏废的，那这样子就发展才会好。青少年期是十二到十八岁。 发展的好，他有认同感；发展得不好，他会角色混淆，就是说他会不知道，比方说这男女性别等等，他容易出现角色混淆哈，会出现比方说呃呃恋母情节啊等等哈。好，成年期是十八到四十五岁，发展的好会就是跟人能够很亲密，发展的不好。 他会孤立，他会不信任人，就是觉得自己一个人哈。中年期是四十五到六十五岁，发展的好，他能够有很好的生产力哈，他能够有很好的工作；发展的不好，他就是很早就失业了，或者工作就是不理想。老年期六十五岁以上，就发展的好，他整个人是统合的；发展的不好，就是绝望，换句话说就是等死了。 好，最后再介绍是影响发展的因素，包含了遗传跟环境。遗传没有办法，我的父母把我生成什么样，我就是怎么样。对，一般说来就是这样。但是环境是很重要的，所以说我们如果像过去讲孟母三迁，就是环境的因素。因此呢，我们希望就在环境上，有的时候是自己可以控制的。 比方说，这一个学习的环境，你这些朋友他就是整天吃喝玩乐，你不要跟他在一起。你这时候就可以去找一些他积极努力、奋发刻苦的人，你跟他在一起，那这个学习环境对你来说就是有利的。所以，影响发展因素环境是很重要的。 我们希望说，当然不是说我要找一些一堆有钱人哈，呃，在一起，然后呢，我将来我就会有钱，不是的。事实上，如果真都跟有钱人在一起，说不定反而造成你是好逸恶劳的。所以今天跟同学介绍的是。 生长跟发育，生长跟发育，我们已经是成年人了，没有办法。这时候怎么办呢？我们就要靠着我们后天的努力，哈、啊，去做一个改变。好，我们接下来进行下一个单元：生命，你我他。 生命，你我他。今天跟大家谈的哈是生长发育迟缓。首先呢，我们就当然要介绍我们的老师哈，杨桂凤老师。好，杨老师你好，各位同学大家好，很高兴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生长迟缓发展成功的案例。 好，那在生长发育，老师刚刚课呃前面都已经大概讲过。那事实上呢，针对一些案例，生长发育迟缓的，我们怎么样子去克服呢？都有一些成功的案例，当然也有负向的。好，我们就请杨老师介绍。好，各位同学，大家今天呃可能要可以听到几个很成功的案例。那因为生长发育迟缓的。 呃，案例很多，比如说有些是生长激素导致个头比较矮小，<是>那或者是神经肌肉的不协调导致脑性麻痹，或者是天生的一些视障患者。那这些慢飞天，我们俗称它叫做慢飞天使。那这些慢飞天使其实他们在发展的过程中有非常非常辛苦。那我们举一个最近在足球场上非常红的就是阿根廷的足球明星梅西。哦、那他到十三岁的时候，个头都还非常非常的矮小，大概只有一百四十公分左右。嗯、那他的家人跟他。 球队都没有放弃他，因为他在足球方面是天赋异禀，所以他们就给他施打了这个生长激素，然后他自己也很努力的运动，在生长，呃，在所谓的青春期的时候很努力的运动。那靠着他对足球的热情，还有这个他的努力呢，他后来升高到了一百六十九公分。那我们也看到，在最近的世界杯的活动里面，嗯、他也。 为他的国家争取到了非常大的荣誉。好，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成功的案例。那另外介绍两位视障的画一个画家，就是那个张允中，他右眼是全盲，那左眼的视力只有零点零一。他形容自己的视力就是用吸管在看这个世界，可是他还是一样可以透过绘画来表达他内心的想法。嗯、另外，在前两年很红的一部电影叫做《逆光飞翔》，这个里面的黄玉祥。 呃，他这位男主角，他本身就是一位视障患者，可是我们在这个电影里面看到，他的妈妈、家人、朋友都没有放弃他，那他也自己非常的努力，后来成为一个非常呃出色的音乐家。那这几个案例都是漫飞天使在这个过程中非常成功的案例。嗯嗯，好，刚刚杨老师有提到哈，就是梅西他在青春期这一段阶段哈，除了打生长激素之外，他继续非常持续的运动。 对，老师刚刚在我们的内容当中也有提到，这运动哈、哦、有助于肌肉骨骼的生长发育，所以这是有们有看理论跟实物，这样同学就可以印证出来。那刚刚老师杨老师所提到的慢飞天使哦，其实真的是非常辛苦，我们希望大家不要用歧视或者害怕的眼光哈、哦，比方说。 呃，我们觉得说他生长发育比较迟缓，有的人会用异样的眼光去看他，或者怜悯的眼光去看他，其实这都是不对的，这只是他生长发育迟缓。 这不是他做错任何事情，所以说在这一点上，我们这应该要有包容力，要有爱心，那我们整个社会才会温馨。所以生长发育除了自己哈，我们努力让自己生长发育都能够健全之外，我们也应该关心周遭的人啊。那我们今天进行到这边，我们就谢谢副院长跟各位同学谢谢，谢谢各位同学。